各种毛茸茸睡着了的兔兔，就是普通的白兔，这是一只黑耳朵的兔兔，然后这是两只小可爱，真可爱。哎呦哎呦，这两个是真可爱。我小时候养过一只兔子，后来死了，因为我喂它吃西瓜皮，啊、哦，还是西瓜来着，嗯，然后它就拉稀了。不过那个时候我上小学，不太懂这些。当时我朋友，我去他家的时候，他养了兔子，他就喂它吃西瓜皮来着，他就能吃，但是他那兔子超级大。养的像人家那个吃肉兔一样，然后他养了一院的那种大兔子，哎，然后我养的那只可爱的小白兔，看着他我这么个主人算他倒霉。我不知道大兔子可以吃西瓜皮儿，小兔子不行。行，等等，我好像是为了吃西瓜皮儿，还是好像没为了吃西瓜皮儿呢？我怎么？但是我给它洗澡来着，它洗澡脚沾了水，它可能舔了自己的脚，反正它最后我就拉稀了。我就只记得好像是因为水，好像可能是我记错了，因为很小的时候上小学，也可能不是吃西瓜皮，是我洗澡，我拿热水给它洗的澡，但是我是把它放在。厨房水池子里那么洗的，所以他可能脚上沾了水，然后又舔自己的脚，反正就是喝了水，总之就拉稀了。哦，这些猫都是有这么贵的呢。no， 一只猫3000到3800，1500到1800，缅因猫4600到8800呢，天哪。19块、29块，39、29、30，39，手感凑合呗，39手感也就凑合了。反正不至于，不至于摸都不想摸。